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422面，422面倒数第二行，从富有下着你看起啊，显树上之庄严。往生论记无量宝教录，罗网遍虚空，种种灵法相，宣图妙法印。正与此处经文相应，往生论是天亲菩萨修学净土、往生极乐世界一篇报告，与我们真正想祈求往生极乐世界的同学们做个分享啊，提供他了修学的经验、成功的经验给我们做参考。论里面讲到宝树的庄严，有这样一首偈啊，无量宝教录，我们在前面曾经读过啊，太多的珍宝我们这个世间人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啊，所以佛就不必一一细说了，只说我们这个世间有的而与它有类似的啊，实质呢是不能够相比的啊，让我在这里略略的有所体会。罗网遍虚空，罗网古时候殿堂里面呢是常常见到的，现在不多了啊，这个中国大陆新建的这些殿堂虽然富丽堂皇啊，没看到罗网啊，床幡现在还有，罗网没有了啊，古老宫殿里面也许有啊，这个故宫里头啊，故宫博物院里面这个宫殿里头有罗网。那么在日本呢，很多大的这个寺院啊，上千年的这些宫殿呢里面都有啊，日本我曾经去过6次啊，看到罗网。罗网的作用保护啊，梁柱，梁柱都是艺术，都是彩画，怕小鸟啊上面去虚窝啊，所以用罗网啊防止它们啊，同时啊也防止人去触摸啊，所以千百年的这些艺术品我们都能够看到。在极乐世界，这个罗网是在宝树的上面，这罗网覆盖着宝树啊，作为宝树的装饰
网这个线与线当中的时候，细的有鳞，薄鳞，鳞震动的时候有声音，风吹的时候有声音，所以它发音。那么极乐世界所有一切音声，它都说法，这个才妙了。我们在这个世间闻法不容易啊，尤其在现代这个时候，说法的人少了，越来越少，因为说法我们是凡夫，确实有它的难处。经实实在在讲，没有人指点，我们很不容易看得懂。只有一个方法，用真诚、清净心去读诵。读诵的时候，记住《起心论》里面的原则，不执着文字相，不执着名字相，不执着心缘相，立这三种相你就读经。时间久了会得定。这是一种修定的方法。用读经来修定，因为读经什么妄念都放下了嘛，那就是修定。心里头没有妄想，也不想经里面的意思。想经里面的意思，那不是修定，那就错了。经里面意思你想不到，你别想，你得定之后啊，智慧一开就明了了。佛家是用这种方法，让你真正的明了如来真实义，像开经偈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，这个方法可以叫真诚心求感应。如果你有怀疑，你有夹杂，那就把你读经的功夫全部破坏掉了。不可以有怀疑，不可以有夹杂，一心专念呢，这个有真实的功德，你才能体会妙法印呢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人，四土上三土我们不必谈，为什么？那都是有真正功夫的人。我们要谈谈的是凡圣同居土，他们跟我们的程度差不多，都是凡夫去往生的。可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虽然他得到了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功德的加持，在形式上去观察，他几乎跟化身菩萨没有两样。实际上呢，他的烦恼习气没断，还带着烦恼习气，所以世尊在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多分是迁就
凡圣同居土。啊，很多话都是为凡圣同居土初去往生的，往生不久的，为这些人说的。啊，他带着有六道十法界的习气。啊，这个带去没有关系，到那个地方逐渐逐渐就淡薄了。啊，清净平等觉它就真现前了。经中讲璎珞、宝珠、宝网，皆树上空中之庄严。啊，这些我们人间有的，啊，人间也把这东西看作非常珍贵、名贵。啊，在古代，这是地位很高，像现在讲部长以上。啊，帝王、总理，这些人的身份，大夫长者，哎，才有这样的珍宝庄严呢。啊，可是跟极乐世界比，那实在差太远了。寿命四色。摩尼宝，这个四色，四不是数字，我们把它看作数字，那就代办了，就错了。四是代表圆满，代表一切。啊，像我们这个世间，科学家给我们讲颜色，有几种啊？三种。三原色，三种颜色互相来交配，就无量无边色。四色是这个意思。啊，弥陀经上讲四色莲花，青色、红色、黄色、白色。啊，实际上青红黄就是三原色。啊，青红黄混合可以变成白色，所以白不是原色。啊，四色代表无量色了。啊，摩尼宝是如意宝。我们世间人常讲称心如意也。啊，我想求什么，这个宝都能提供什么，都能变现什么。啊，称心如意。说此诸宝，这上面讲的四色摩尼宝啊。总是众宝之善妙，无量无边珍宝的善，珍宝的妙，全具足了。乃最上之宝啊，故称宝众宝之王。以如是最上之宝作为璎珞，啊，我们看到佛像，或是
雕塑的或是彩画的，看到佛菩萨前面戴的这个璎珞，单一的项链啊，许许多多重叠的，这是璎珞。美不胜收啊！这些璎极乐世界这样名贵的璎珞，不是戴在身上，它挂在哪里？挂在树上。啊，我们世间有那一点点戴在身上啊！啊，哪一家花园树木里头？用珍宝去庄严，在极乐世界太普遍了。啊，那个世界可以说是无量珍宝的世界。啊，遍垂树枝枝条，以为庄严。这个庄严美观呐、啊，好看呐、啊！啊，树干、树枝、树条，我们现在也有类似的。啊，在澳洲比较少。啊，在欧美，我们住在香港，啊，晚上常常。讲经啊，回来的时候，天黑了，啊，看看街道旁边的树木花草，啊，他用灯饰做庄严，啊，用这个小电灯嘛，绕着树干、树枝啊、树叶，你晚上可以看到很美观。啊，是这一类的。啊，那么极乐世界这一些最上之宝，啊，悬挂在这个树的枝条、树干上，自然放光。啊，它不需要用电，它自然放光。啊，放出无量色彩的光明。云居宝所，现在这种名称很少。这有具有注解，此处指建筑物中相勾连之结构。啊，两块，两柱，啊，结绳的地方，啊，有这个，在古时候，多半是用铜，啊，用铜做，把它连接起来。啊，这个一般宫殿建筑里面你可以看到，啊，现在西方建这个建筑里头用的也很多，啊，就是两个梁柱接触的地方的时候，特别把它锁紧，啊。固定它的位置，这叫云居宝所。云居乃宝之名，
入堂椅的有狮子有云居，实实在在讲的，他这些彩画画成云彩的样子啊，画成动物图案的样子，用这个来计算啊，非常美观又非常坚固。啊，故知云居宝塑啊，皆以云居宝所成之勾连结构也。啊，这是建筑物里头的。宝柱，宋仪云：彼佛国土有种种宝柱，皆以百千珍宝啊而用庄严。所谓金柱、银柱、琉璃柱、玻璃柱、珍珠柱、砗磲柱、玛瑙柱，复有二宝乃至七宝共成之柱。如是宝柱啊，是以璎珞以及宝塑。这是形容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。举几个简单的例子，让我们了解极乐世界的居住的地方。我们听到了，都深深感到不可思议。如果是见到了，可以说是无法想象。只能够赞叹，像古人说的，善哉善哉啊，善哉，好极了，好极了。一丝毫的毛病都挑不出来，美好到极处啊！它不是人工设计的，不是人建造的，完全是自然的感应。这个原理就是世尊在大小乘经里面都常说，但是世人没听懂，没能体会到。我们把它说活了，世尊讲的这一句话就是智心一处啊，无事不办。极乐世界那么大，一切万事万物都是自然显现。自然的能力不可思议，那就是阿弥陀佛智心一处。这一处是什么呢？这一处就是常寂光。这一处就是自信。我们在前面也曾经多次多次地提到回归自信，自信就是一处。自信就是常寂光啊，自信清净寂灭。
世间所说的三种现象，在自性里面都找不到，没有。物质现象，自性里没有；精神现象，自性里头也没有；自然现象也没有。虽然没有，它能够现这三种现象。自性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遍法界虚空界，清净无为而无所不为，无知而无所不知。所以他能办呐，你如果依然体会不到，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说，你有没有做过梦？我相信大家都有做梦的经验，梦中有自己，也有别人，有山河大地，有树木花草，啊，也有这些房屋啊、高楼大厦这些东西，你都曾经梦到过。这些东西从哪来的？什么人在设计的？什么人在制造的？你会说那是梦啊，没人制造啊。没有人制造，怎么会有？这些东西，你阿赖耶识里头有，你曾经看过，曾经听过。阿赖耶识就像一个资料库一样，它里面东西非常丰富，十方世界诸佛刹土，啊，那个里面形形色色。在你阿赖耶识里面全部收藏在里头，没有缺少的。我阿赖耶识没有的，你阿赖耶识有。阿赖耶识是通的，我可以把你的东西拿来我用。所以前面经文才讲到啊，我们得记住啊，极乐世界这一些菩萨，特别讲的是凡圣同居处的菩萨，他们向阿弥陀佛学习，学得很像，居然能够把阿弥陀佛的大愿大行智慧、神通、道理、功德，通通把它变成自己的，这一句太重要了。能不能把它变成自己的？能。为什么？那个资料库是大家共用的，就是阿赖耶识。里面含藏的是公用的，所以你的东西，我只要有这个能力，我可以把它拿来我用。啊，我的东西你也可以拿去用。
所以阿弥陀佛的这个阿赖耶识里含藏的那些功德，我们可以拿来用啊。然后就像梦中境界一样，一时顿现，梦境一现前，一切都现成的，不需要设计，不需要去建造啊！啊，所以极乐世界，诸佛菩萨的世界，阿罗汉的世界，都不需要人为的设计去建筑了，都不需要。啊，像往生论里面我们所念的19种义正庄严种种功德成就啊，啊，这一桩事情娑婆世界众生初学的人几乎都有怀疑，认为这是神话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！但是它真的是事实啊，真是这样情形。那么西方世界所显现的可以说是无比的真实，为什么？他们都见到圆满的自性啊，一般讲证得啊，他证得圆满的自性，就像经上举的这些例子啊，金柱、银柱、琉璃柱等等啊，还有二宝乃至七宝啊，二宝、三宝、四宝啊，无量珍宝共成之柱啊，在这个宝柱上装饰有璎珞以及宝锁、金珠林朵啊，全都是自然的，没有一个是人施工啊加工把它做出来的，没有啊。金纯金，珠珍珠，林金属之林啊，形似中而小啊，寺庙里面钟楼那是大钟啊，小钟就叫林啊，都林中之木舍是摇动的，也有金属做的，林与都都是妙宝所成的，流出妙音啊，妙音全都是说法啊，也就是说极乐世界的说法种类太多了，无法陈述啊。这一类说法是用歌唱的方法好比经文寄送铺上乐谱演奏出来啊，演奏出来有音乐的音声
里面还有宣摄的因身，也就是说，字字句句你都听得很清楚，这个才妙啊，妙音呐、啊！以上四者，遍现于菩提树枝条之间呢，故云周匝条件。我们讲树干、树枝啊，枝条，真妙宝啊！唐以又以纯净真珠杂宝零多以为其王啊。这里我们能看出来，极乐世界确实是珍宝的世界。我们这边的珍宝啊，太稀有了，数量很少。极乐世界的珍宝多，真的是无量、无边、无尽、无数。啊，样样都是珍宝所成。这些珍宝从哪来的？为什么我们现在想得一点点都得不到？佛在大经上告诉我们，就如同六祖坛经慧能大师所说的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在极乐世界你看到在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图全看到了，十法界里面四圣法界也有不少，啊，六道里面那只有修大福报的人他能看到，他能够拥有，他有福报啊。没有福报遇到这个东西的，你想拥有，灾祸就来了。你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啊。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必须要晓得是享阿弥陀佛的福报，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跟阿弥陀佛就有缘了，这个缘深，跟阿弥陀佛融合成一体，这个缘多深，这个缘多么亲切。所以阿弥陀佛无量劫修学的功德，得的福报啊，你就能享受得到。在享受之间，我们自己的烦恼天天在淘汰，我们自己的性德不断地往上显现，所以在十报图里头可以说一半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，一半呢是自己自性里面本有的功德。
这是极乐世界，菩提道上一切庄严的真因呐！啊，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，把我们自性里面的宝藏都失掉了，怎么失掉了？自私自利、贪嗔痴慢，我们有这八个字。这八是什么呢？是八大障碍，把我们自性里面的功德、我们无量的智慧、无量的德能、无量的财富宝藏，全都丢掉了。这个损失啊，无比的惨重啊！啊，我们现前拥有的这些财富，靠得住吗？每一天，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各地报所报的资讯，一个灾难来了，立刻就化为微尘了。佛经上讲的，人命无常，过途为脆也，非常脆弱。一个大城市，几秒钟就没有。啊，大地震，我在网络新闻里面看到，啊，几秒钟的毁灭，就像古时候的庞贝城。庞贝城在罗马南面，开车2.5小时，我去看过。啊，几秒钟的时间，一个城市没有了。啊，预先有警告说有大灾难，有一部分人逃出来了，没有逃出来，大概还有4-5千人，几秒钟全没有了。啊，所以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自性里面的珍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你为什么不努力去明心见性？啊，世间第一等聪明人，他干这个，他不干别的。啊，世间名闻利养，边都不沾。修什么呢？一心不乱。弥陀经上给我们定的目标啊，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。一心不乱是定，是念佛三昧；心不颠倒是智慧。啊，心不颠倒什么？就是觉。一心不乱就是清净平等，心不颠倒无量寿经上觉，清净平等觉。啊，清净平等觉是阿弥陀佛，清净平等觉是我们自己的真心。啊，我们要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把我们的心换成阿弥陀佛，怎么个换法？清净平等觉就是阿弥陀佛，我们的心恢复清净平等觉，阿弥陀佛就是我的心，我心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那我的心不清净，不清净不是的，不平等不是的，啊，不觉不是的，用什么方法
让我们把清净平等觉真心，人人都有，把它找回来了。净宗法门就用一个佛号，一句话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你真能把这两句话听懂了，真干了，上根人很快就找回来了。弥陀经上讲，若一日到若七日，一天就成功了。中等根性的人，两天到六天不等，下下根人七天。啊，其不是定数了，前面六个一二三四五六是定数，第七那个不是定数，它是代表表法的，代表圆满。你哪一天得到，那就是第七天。啊，在过去两千年佛门当中，我们知道根性差一点的人，三年五载得到了，十年八年得到了，那都叫圆满。啊，还有二十年三十年得到的，非常可贵呀。啊，得到是什么呢？真换过来了，那个心真的是阿弥陀佛了，就真的是清净平等觉啊！啊，清净是一尘不染，没有染污啊，平等。分别心没有了，就平等了。啊，因为平等，所以才可以说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。我跟阿弥陀佛平等了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。啊，此方即净土，净土即此方。正报平等了，依报当然也平等了。哪个地方不是极乐世界？清净平等觉的人，处处都是极乐世界，时时都是极乐世界。啊，变法界是一生，变法界是一个国度。这个道理，还原观上讲得清楚啊。我们认真学还原观呢，就是等于把一部大放光佛华严全都学到了，那是佛华严的精髓。是华严经的总纲领啊。
唐仪又以纯净真主杂宝林陀，亦为其王，故知宝王亦有金珠林陀之所成，故曰真妙啊。总而言之，在极乐世界，你六根所接触的，无量无边的珍宝，是自信本具的功德，慧能大师所说的，何其自信本自具足。换一句话说，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相好，全是自信本具功德，妙用啊！你不向这里面去取，你在这个世界处处想控制、想占有，全错了啊！世间你所看到的全是假的，身体也是假的，六根、六尘、六识全是假的。这个东西，你不认识它，你不知道它事实真相，你错用了它，给你带来的麻烦太大了，那叫造业呀。就像《地藏经》上所说的，阎浮提众生，其心动念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。所以你感到的果报是三途，是地狱。现代人呢，真正修行人，特别是修净土的人，现在修净土的人表面看起来多很多，实际上真的认识净土、了解净土的人，依照经典修行净土人更少了。如果他真肯修，这个人就是阿弥陀佛。为什么呢？他在学阿弥陀佛了。学阿弥陀佛的人就是阿弥陀佛。学得有一点像了，他就到极乐世界去了。为什么学的人少？这个世界名闻利养放不下，还想贪着。这一念贪心把我们学阿弥陀佛的功夫破坏了，彻底破坏了。我们在前面多次讲过，李老师常常举的比喻，一杯醍醐。佛经上讲的醍醐是天人最好的饮料。这一杯醍醐，天人这个最好的饮料，里面滴一滴毒药，这一杯醍醐全变成毒药了。
全坏了。啊，我们心里面完全是阿弥陀佛，突然来一个杂念渗透进去了，这个念佛的功夫全都偏破破坏了。不是说破坏一部分呢，要把它修补一下，这个我把它切掉，这块不要，不是的，全坏了。不能掺杂一点点的杂念啊，这样的标准念佛，你能去找到几个人？你听经为什么不开悟？听经这2个小时，你起了多少杂念？如果这2个小时一个杂念都没有，一定开悟。一个杂念没有是什么？你得念佛三昧了。你在定中啊，定哪有不开悟的道理？啊，不但听经有杂念，连在念佛堂里念佛都有杂念。一会想这个事情，一会想那个事情，这不行啊。啊，真明白了，真懂得了。我再找个地方去修行，可以。你先去找个地方，把你应该做的事情统统料理好，放下，什么念头都没有了，快呀！1年半载的时间足够你准备往生的资粮，就是说准备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具备的条件，可以做到。黄念祖老居士临走前半年那一种视线，就是教我们去西方极乐世界需要多长时间。啊，这是给一般人看的，半年时间足够了。他这个半年日子怎么过的？每一天14万声佛号，一个杂念都没有。为什么？全放下了，这是没事了。做给现代念佛人看的，啊，古时候不要这么长，真的1日到7日，啊，2、3个月足够了，啊，做给我们这个时代人看的，像他那样做法，半年。决定的事，彻底放下，全是假的。啊，做真实功德的事情。啊，真实功德是什么？你要有慧眼，你要有福报。没有慧眼，没有福报，机会在面前，你会错过。为什么不认识？真正发现续佛慧命的人，
我全心全力帮助他。没有了，没有就算了。啊，我们这个地方也有个道场。啊，我们也是辛苦惨淡经营。啊，有今天的成就。希望我们的同学真干。啊，他不干了，不干不就算了吗？何必要计较呢？啊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保持自己清净心。我才不想这东西了，我先到极乐世界。啊，中国国内有人，到处都有人，看你有没有智慧。这个事情不能感情用事，感情用事错了。啊，你喜欢的人，爱的人，啊，讨厌的人，这个不行，不能有这个念头，一律平等。啊，你清净心、平等心，你才会认识人。啊，他真干，帮助他。啊，我认识不出来，把他认错了，他装着真干，可不可以吧？可以帮助他。他以后变质了，那过人因果，过人承担，我们没有责任。啊，总是要帮助他，启发他，诱导他，菩萨心肠啊，他做错事情，原谅他。不要把错事情放在心上，我的心清净。要把他那些错过放在我心上，我就被毁掉了，就错了。啊，他的过失与我不相干呢，我不应该放在心上，更不可以放在口上。放在口上你造口业。放在心上是意义，你就不清净了啊！所以，真正跟阿弥陀佛的学，只看到人家好的地方，不看人家过失的地方。啊，他做错事，阿弥陀佛在这个经上说的：“先人无知。”不设道德，无有愚者，你就不要怪他了。没人告诉他吗？啊，他父母无知，不认识道德。他的前辈无知，这个无知，如果要深说，至少200年。200年差不多。10代呀、啊，至少也8代呀、啊。这样长久了都没有办法，没人教他，一代不如一代。他今天做错事情，你怎么可以责怪他？啊，所以一切以平常心看待，不计较了。啊，曾经有好几个人问我，现在社会这么乱，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？自己不造业，还能帮助别人。啊，我告诉他们。英国汤恩比说过，这是世界知名的大哲学家，历史哲学家。他说，解决20亿世纪
社会问题，就是现在。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，所以孔孟学说是什么？我提出四个字：仁义忠恕。我们用这个态度来解决。仁是什么？爱人，真正的爱人呐、造地狱业，你还是爱他了？为什么要爱他？他本来是佛。这大乘经上讲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能不爱吗？为什么造地狱业？一时糊涂，你要原谅他，他可怜，没人教他，他犯过了。所以头一个是人心呐、爱心。第二个是义，我们对待一切人所要合情、合理、合法。法是什么？大自然的法则，比现在人定的法殊胜。人现在定的法都是违背自然原则。合乎人情，合乎天理，合乎大自然的法则。大自然法则是什么？伦理道德。我们要遵守这个，这是义呀。五伦五常四维八德，我们懂得，我们要遵守。他不懂得，他可以不遵守，他没人教他嘛。不能怪他，要原谅他。这是存心仁义的心。世上什么态度呢？忠恕。忠，不偏不邪。美国布莱登所说的。端正心念，这一句话说得好啊！端正心念就是忠啊，不偏不邪，改邪归正，断恶修善，这具体的这个行为啊，幕后一个恕，恕是原谅别人，不要斤斤计较。不采取惩罚的手段。为什么？他没有学过，没有学做错事情，你惩罚他是不义。那你是太残忍了。不可以惩罚。他学过，明知故犯，那要惩罚。为什么？他懂。你懂你这样做法的时候是不应该的，应该受着。他不懂，不懂的时候做错了，要原谅他。我这个说法很多人赞成的。夫子说得好，孔子啊，成事不说，不管是好事坏事，特别讲坏事，他已经做成了，你还讲他干什么？别说了，随事不进，事情没做成功，他决定会做成功。不要劝他了，提醒一下可以，不必强劝。他有决心，他一定会做成。前几年，
美国总统布什啊，发动这个伊拉克的战争。我在发动战争3个月之前写信劝他，战争不能解决问题，一定要用和谐的方法来解决。啊，他没有听的。啊，以后我们见面的时候，他确实后悔，来不及了。啊，发动战争容易，后头无法收拾啊，多惨，多凄惨呐！啊，我去见到他的时候，我也提到说，战争也好，也是好事情。啊，什么好事情？让想打仗的人看到不敢打了，你怎么收尾？啊，阿富汗是个教训，伊拉克是个教训，很多想发动战争的人好好想想你怎么收场。啊，就是他已经有决心了，提醒他一下，啊，让他以后可以想想过去有人提醒过他，没有在意，铸成大错。啊，既往不咎，已经做的是坏事情的一笔勾销，不要追究了。做错事情心安定，好好的改过自新，大家一起来学传统文化，大家一起来学佛法，这就好事情了。哎呀，别去找太麻烦了。啊，这个样子社会从安定当中恢复和谐。啊，如果一定是做错事情要经过惩罚也受法律处分，这个社会会动乱。为什么呢？做错事情的人太多太多了，你怎么办？啊，在这种情形的时候，最好的方法一笔勾销，不再过问。啊，这是大圣大贤处理大乱、快刀斩乱麻的方法。啊，让人心通通定下来，好好的学习，断恶修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。啊，应该有个几年，社会就恢复和谐了。啊，不用这个方法，啊，一昧去追究，一昧搞惩罚，这个世界越搞越乱，无法收拾。仁义忠恕啊，大乘佛法真诚慈悲。啊，用这八个字，这汤恩比博士提出来。啊，他提出孔孟学说大乘佛法。啊，我们在孔孟学说找四个字，大乘佛法要找四个字，八个字。啊，这八个字可以解决现在社会一切争端。从个人家庭到国际纠纷，中国谚语说得好啊，不听老人言呢，吃亏在眼前呢。老人是圣贤，老人是诸佛菩萨。啊，这一部经典，如果你真的听话，真的
照干，你成佛有余啊。善导大师的话没讲错，万修万人去，一个都不会漏的。啊，依照这个法门去不了的，那什么原因呢？问题不在法门，是你错了，你违背了他的原则。刚才我说了，啊，听经有杂念，念佛有杂念，啊，有怀疑，对这个世间有贪念，放不下，那就没法子了。啊，不是经典的过失，过失在自己。真因学佛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只有清净平等觉，啊，只有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把我们清净平等觉念出来，啊，这个东西我们有，这是自信的心得。你就成功了。啊，业障太重，则从由浅而深。啊，先呢，这一句阿弥陀佛，把《弟子规》念出来。把仁义的心念出来。然后功夫再深一点的，把忠恕念出来。把真诚念出来，把慈悲念出来。不但自己得度了，还救了众生，还救了世界。啊，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灾难？人心坏了，社会乱了，世界灾难现前，就这么回事啊！人心要正了，社会安定了，世界也就安稳了，灾难就没有了。现在很多灾难是人为的，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地震？地震从哪里的？严重的傲慢，严重的自私，严重的错误观念，认为人定胜天，把这一句话讲错了。啊，人一定可以战胜大自然，啊，发明这些科学技术，啊，是很厉害呀。可是大自然这个地球晃一晃，你什么都毁掉了。啊，你这个是造很多原子弹。造一万个，造十万个。黄石公园地震也一爆炸，恐怕那是几亿个原子弹。你胜不了大自然啊。这个人定胜天是古人说，人要是定下来了就能胜天。你定不下来啊。那个定就是佛讲的至心一处，无私不办，是这个意思啊。你怎么把话解错了？我们能够把心放在阿弥陀佛上，就至心一处，改变自己命运啊，身心健康，不需要药物，不需要任何补品，你得大自在呀！只要至心一处就办了。
妄念纷飞，想的太多，那就完了。是你自己毁自己。佛没有叫你毁灭自己。啊，你智心一处，身心安稳，你得定，开智慧了。有智慧，你才能帮助这个世界。啊，有定功，有智慧，能化解灾难。啊，灾难是众生共业所感呐。啊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这三个力量是相等的，看我们怎么集合。我们心的力量跟佛结合，心中有佛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如果我们跟众生结合，跟现在的众生，现在众生是什么心呢？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、贪嗔痴慢，它是这个心。跟这个心一结合，坏了。我们前途是一片黑暗呐！佛法好啊，佛法可贵呀，没人知道啊。啊，我们大家在一起学习，真正听懂的人不多。太少太少了，听懂了，他就会真干，他就真的理。啊，听不懂的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，他怀疑，他忧郁，他夹杂。啊，把听经功德破坏了，把念佛的功德破坏了。他自己无知，啊，听了多年经，没效果，算了，不听了，这没用处，啊，念佛念了几年，啊，也得不到效果，算了，换别的法门吧。啊，这个在经宗里面没有善根，没有福德。啊，他学了几天，责怪这个法门不灵，他造的罪业重了。这是毁谤三宝。阿赖耶里面虽然种善根，李老师说过，他在六道里头常借轮回，他在受苦。受苦是消他的业，底下讲罗浮，罗是开张罗列，浮是覆盖，如是宝网。盖浮菩提树上，菩提树的装饰啊，太美了啊！宝珠放光，百千万色如观经月，夜夜宝珠有千光明，夜夜光明啊，八万四千色。如是夜夜妙色互相辉映，
迷正光丽，故曰互相饮食。有人读了这些经文，起了怀疑，学佛的人家不都是很朴实吗？啊，怎么到这么华丽的，这个享受过分的享受了。人间帝王不如他，大概天上天王也比不上。啊，应当修苦行的也。啊，这个地方太享受了，不能去了。我遇到这样的人啊，来质问我，我说你如果真的不想享受，你想住茅棚啊，修苦行，在我想象当中，极乐世界一定有这个环境，可以满你的愿。为什么呢？一切法从心想生嘛。啊，你想住茅棚，到极乐世界你就是住茅棚。殊不知啊，这个世界我们不愿意去享受啊，那是什么呢？需要人工啊，需要资源啊，得来不容易啊。极乐世界不需要人工，没有人设计啊，是你心得里自然流露的。你想不要也不行，你想不要的时候，马上就堕落到六道轮回里面去了，再去搞轮回。啊，这是我们在这部经前面讲了很多，你一定要知道。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起心动念他有，分别执着他肯定没有。为什么？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他见思尘沙的习气，在极乐世界没有缘，他就不会起现行，他不起作用。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见了阿弥陀佛，心自然就定，没有妄想啊，没有妄念。在极乐世界住久了，见思尘沙无明习气自然就断掉了。这个道理跟事实真相我们一定要了解，我们才知道这个地方是真正好地方。在这个地方你所见到的一切人，都是大菩萨，而且绝大多数的都是等觉菩萨了。经上讲的住上善人，上善是称什么人呢？称等觉。
菩萨没有比他更高的。啊，等觉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，人数无量无边。那就跟诸佛如来没两样啊，天天在这个环境的熏陶，怎么会不成就？中国人所谓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你天天接近的都是等觉菩萨，你怎么会不成就？不知不觉，自自然然染上等觉菩萨的习气。啊，所以你也就变成很像等觉菩萨。啊，等觉菩萨他们的老师是阿弥陀佛。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世界，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阿弥陀佛。我们学无量寿经，不能把意思错毁了。这下面解释这个字，焰，火焰的焰，火光向上，啊，这是焰，故光焰就是光耀的意思。夜夜珠有千光明，竟有无量宝珠啊，故曰无量光焰。照耀无极，无极者无有极限。那换一句话说，无有极限，这个光有没有照到我们这个世界？我们从望境还原观里面带来的信息，明了事实真相。还原观上讲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，就是一正二报。它的体性是频率，就是波动的现象，振动的。这个频率很快，频率很弱，我们没办法发现的。不但我们没办法发现，佛在经上讲了，八地菩萨才感触到。换一句话说，七地以前的定功都感应不到，八地以上感应到了。啊，那是八地、九地、十地，等觉妙觉。最高的这五个位次，他们感觉到，他们知道，阿赖耶波动的现象啊，波动的速度多大呢？才动，周边法界，起心动念，
周边法界，物质现象也周边法界，物有极限的。我们这个世界有没有到达？到达了。我们为什么没有感觉？经常说了，七地菩萨没感觉，我们怎么会感觉到？啊，你要修成八地，八地是不动地，你就感受到了。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你都会感受到极乐世界的宝光遍照。这是佛经上讲的科学。啊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一切庄严呢，随应而现。你看，都是众生有感，庄严是自然而现的。极乐世界的人并没有想我要一个宫殿，没有。啊，我要一个什么样的环境？啊，选一个环境，没有，没有起心动念，自然就现前。而且你一看到就非常满意，啊，很顺心，很喜欢，啊，个人所现的合个人的意，是他业感不一样嘛。啊，有人喜欢，金碧辉煌。富丽堂皇，有人喜欢这个，有人喜欢茅棚清清静静，一尘不染。那个喜欢这个人喜爱不一样啊。但是，纵然是茅棚，也是无量珍宝成就的。那他那里面找泥沙找不到，没有啊。啊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疑惑就没有了。啊，确实随应而现。景心云：“如来慈悲也，善报所现，故应众机，现大现小，长短，这现都是灌下去的啊，现长现短。”一宝二宝乃至众宝无不是义故也。啊，没有一样啊不适合你自己的意思。啊，也就是说你的习惯你的爱好它会随顺你。啊，是信德圆满的显现，是这么个道理。啊，没有人设计，也不要自己去想。啊，自己心里想的就是阿弥陀佛。好像这一切一切都是阿弥陀佛供养的，提供给你，真是如此。这个话要讲十报图是一点都不错。啊，全是阿弥陀佛赐给你的。啊，阿弥陀佛一定称你的心如你的意。所说的这些全是阿弥陀佛的才供养啊，诸佛菩萨用什么来帮助一切众生？
啊，第一个是财布施、财物供养；第二个是法；第三种是无为。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这是个好地方的。这个地方没有坏人，没有一个人呢有一个恶念，啊，一个恶念都没有。你住在这个地方，平安啊，没有恐惧啊。这个地方没有障碍，没人找麻烦，你安心办到，你决定成就。稀有难得了啊！这样理想修行环境，十方世界找不到啊！啊，特别是六道众生，啊，人间天上比不上极乐同居土的安静。人间天上谈到学习，也没有极乐世界殊胜。极乐世界每天可以听到阿弥陀佛讲经教学，他方世界没有啊。在极乐世界，天天跟阿弥陀佛见面啊，得弥陀威神加持，你每一天还可以到十方世界去参学。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你都能分身去啊，自己身体在阿弥陀佛讲堂没动啊，可是分身到十方世界去供佛。供佛修福报啊，闻法求智慧呀，福慧双修啊。弥陀经上告诉我们，啊，你每天可以供养十万亿尊佛。每一天听十万亿佛跟你说法，不多了，一个佛说一句，你就得每一天学了十万亿句了。极乐世界成就快，极乐世界修学环境稳当。殊胜，微妙不可思议。啊，像这些经文多念，到极乐世界不陌生。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觉得这个环境我很熟悉，很喜欢。如是妙境，普应群集。我们大可放心了，在极乐世界，
没有一样不是称心如意。这个群机是设法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些人，往生里面人最多的是六道里面众生，跟诸菩萨众，这是最多的。啊，前面我们看到世尊举例子，他举声闻，声闻往生到那边是最少的，最少的已经没办法计算了。啊，那更多的就不必说了。变化不具，业业圆妙。这个变化不具，就是还原观上所说的畜生无尽。这个变化是随着我们起心动念啊，凡圣同居图有起心动念，方便犹豫图也有。啊，只是弥陀本愿加持，每一天听经闻法，你起心动念都是正念，没有邪念，没有邪思。那么起心动念当然有变化，这些变化都是随着你的爱好，这个爱好在没到极乐世界之前，那些习气通通都能感应的。啊，六祖慧能大师《坛经》里面所说的，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，更还原观上畜生无尽，这个话意思完全相同啊。啊，说明了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跟自然现象的缘由啊，讲清楚了。业业圆妙，圆是圆满啊，妙就是不可思议。啊，圆是一丝毫缺陷都没有。你看十方世界，每一天每一个时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有多少，无法计算的。阿弥陀佛，每一个人都能照顾到，而且照顾到无微不至。这是什么样的能力？自信，本具的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了。
还加上因地的大愿大喜啊，才有这样殊胜的成就。宣习世事无碍啊，华严经上讲的四种无碍：理无碍、事无碍、理事无碍、事事无碍。在西方极乐世界同居图里面都看到了啊，何况上面三图啊，同居图里面四种无碍看到了。那换一句话说，华严境界啊，所以祖师大德一再告诉我，华严密言净土，一二三，三二一啊，生净土就是生华藏，就是密宗里面讲的密言，是一不是二。真的是华严经所说的一生一切生。到极乐世界就等于到达一切诸佛的刹土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一尘一切尘，对这个地方不认识、不了解、不透彻，你的愿心生不起来，你那个疑惑断不了。在这个世界里头，牵肠挂肚的事情你放不下。如果透彻明白了，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没有放不下的事情，你真放下了。这一放下了，功夫得力了。真的。若一日到日，若七日的时候你就圆满成就了。我们相信佛不说假话，佛说的话句句真实。因为境界太不可思议了，总是叫人难以相信。这就自己业障。真相信了，马上就成就。眼前这么多往生的人，做出样子给我们看。三转法轮做正转了，那再不相信，那就没法子了。那就慢慢来吧，来生后世，这一生没指望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大师的。